但是我觉得今天你来了我们的舞台上，有时候还是没有忘记你的工作。我看了一下，你是带着你们这个家乡的特产来的，对吗？对。就是大家知道我们东北的三宝有哪些吗？有人知道吗？有人知道吗？举手回答。东北三宝哈，来，这位戴眼镜的男士。人参、貂皮、乌拉草。人参、貂皮、乌拉草，还有不同答案吗？人参、貂皮、乌拉草那是旧三宝，而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呢，是新三宝，是人参、貂皮、鹿茸角。但你们的答案不标准，真正的东北三宝是人参、鹿茸、乌拉草，所以你们俩答案得合一起。因为人参、鹿茸、乌拉草是旧三宝嘛。对，旧三宝，现在新的也是这个了。啊，现在2.0版本的了。对。那给我们带来的是这三样都带来了，还是带来？我带来了乌拉草，就是在我们辖区啊生态园自己采摘的，然后想带到现场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呢，就是我们辖区的一个乌拉草，也是东北的一个三宝之一。就是长在地里，它是这个样子的。对，然后它的就是味道呢，就是那种青草香，我觉得是青草的香味儿。然后这个在我们就是东北比较严寒寒冷的时候呢，就会拿这种草呢做一些鞋垫儿来御寒，但现在用不上了，现在已经发展的比较好了。也能用得上，东北的冬天依然是很冷的。如果有户外工作经历的朋友，还是要垫一个保暖的鞋垫。所以这也是你的一份心意，对吧？对，是送给谁的呢？现场分发给大家。我可以过去吗？来吧来吧。很好，这个回答很得体。因为现在还没有感情基础呢，不能只送给你一个人。你们可以闻一闻这个味道。那个，我先问一下，这鞋垫有人穿过没有啊？我来闻。没有。没有。青草香。哎，好香啊，这个。提神。那你也来一个。没有，还是那草香。谢谢姑娘。这是收到的多么贵重的礼物。哎呦。谢谢姑娘，它这个鞋垫非常讲究啊，它里边是用真的用乌拉草编出来的，然后外面呢套了一层，应该还是有一些科技含量的这个防滑的胶粒儿。来吧，人家姑娘的一片心意，垫上吗？上海再垫吗？下海，下海，下海，但垫不太合适是吧？对对对对对，上海显得有点没深沉了，多好啊！如果我们去你们那儿旅游。是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特色的乡村旅游的路线，对吗？对，我亲自带你们去，这个就是我们辖区的一个生态园。然后它就是这种大棚蔬菜呀，还有一些比较新鲜的果蔬类的一些产品。这是摘什么草莓？这个是葡萄。草莓是长地底下的。好，我就爱摘草莓。哎呀，玫瑰香，特别好吃，特别甜。但我爱吃飓风。看主持人太不会聊天了。但是淼淼啊，你现在种种迹象都告诉我，包括你看今天来相亲的舞台上你选择的这个着装打扮都是职业的工装套装，就是你还没有放下你的工作。那我换一件再来。不是，所以我就想问你，是一个事业型的女性吗？我觉得工作和爱情家庭是不冲突的，因为在工作中就是好好工作嘛，然后在谈恋爱的时候也要去享受，就可能还会互相帮助呢。那你讲两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一个是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还有一个是你对男朋友的一些要求，比如说他不可以怎样。我比较喜欢去那个游乐场玩，然后我喜欢做，我喜欢读书，然后不是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喜欢在游乐场读书。就是任何时候都放不下书本。那你刚才说那游乐场说一半不说了，这怎么回事呢？你们都笑我。为什么会笑呢？女生喜欢去游乐场很正常啊。对，去游乐场，然后比如说摩托艇也喜欢玩，就跟海有关的也喜欢，就是爱好还挺多的，就感觉什么都想去尝试，想去玩。
我对另一半要求，我希望他就是吃东西不要发出声音就好了。这个你赶紧说，你吃东西有没有声音？你吧不吧唧嘴？我不吧唧嘴，特别好。哎，那吃面条的时候就吃的倍儿香，会那种声音有吗？吸溜声行吗？吸溜，你别太夸张了，像那个什么。还真的是。包括现在有时候在家吃饭，我媳妇儿老说：“你看你吧唧嘴。”说她从小是不是她爸她妈就教，对我岳父岳母就绝对不允许。真挨揍啊！是，这是餐桌上的礼仪哈，就只要没声就行。对，啊，那要求不高。哎，但是得那个三观正常，三观正确，然后情绪稳定，人品好。对，正确不是正常。那您指这三观重点考察哪三观呢？三观考察五官。这姑爷太可爱了。不是，我有点接不住他的梗了，你来吧。三观我看眼睛鼻子嘴都还行，长得特别好，性格特别好。你问发现我问啥他都有包袱等我。其实他刚才说那个爱好啊，一下说哎呀我去游乐场啥，说了一半又想起来不对，在这个别人肯定有嘱咐你，在这舞台上闺女啊，你可别啥实话都往出说，挑好的说。这都20多岁了还天天去游乐场，这男孩都想哎呦你成熟了吗？我从来不去啊。那你刚才说你喜欢去游乐场？在我小的时候吗？啊，小我小的时候特别爱去。但是你这种表述吧，就对我们后来听你说的你爱读书这个事儿有点不信了。特别天真可爱。女嘉宾可能是有一颗童真的心。你问吧。好吧，想问问女嘉宾最喜欢的兴趣爱好吧。还来。一再问他就真得说实话了。我如果听完你这么说，那我最喜欢的兴趣爱好就是跳伞了。那你要这么说我能这样理解吗？就你上来见到小伙子的第一印象还不错。还不错呀，大家都是很好的人呢。是长在你的审美点上吗？大家觉着呢。嘿，这怎么还互动一下？你还有啥想问的？我觉得我们两个工作单位离得很近。哦，在，因为我也是在丰满嘛，啊，滨江南路学校。所以那你们俩在冬天的时候会很浪漫啊，等于每天都有机会下班的时候一起欣赏那个雾凇的，对吧？可以去我们丰满区的那个滑雪场去滑雪，在冬天。想问一下女嘉宾，你滑雪吗？我不会滑雪，但我想滑雪，可以吗？行，今年冬天我教你吧。好，谢谢你。那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没有了，在之后再了解吧，慢慢了解。好，谢谢。那请于淼先暂时休息一下，咱们也给他投上这一轮的印象分，好吗？